有点凉啊，今天，所以得好好调整身体了，身体现在是有问题了，不敢熬夜了。哦，这个妹妹穿着这个裙子呀，这天多冷啊！哦呀，我觉得她好可怜啊，她也是冻得不行，在那搓腿呢。这天，旧金山这个天气，如果穿这个短裙可真够呛啊。为了美也豁出去了，但是那也不行啊，那冻感冒了也真够呛啊。她那个男朋友穿着一个棉马甲哈，她竟然穿着一个短裙儿哈，这也真可怜。今天是旧金山2021年的5月13号哈，赶紧钻到车里啊，是个华人好像啊，好像是个华人啊，这个女的，哇，这个狗，这个狗威风凛凛的啊，威风凛凛的一条狗，哈哈哈哈。昨天是凌晨2点多睡的。这几天指甲刀一直没找到，所以指甲是特别长。最近营养又挺充足，所以又长又硬。昨天洗澡的时候心不在焉，所以指甲那么一划，把身上划破了，觉得心里挺不得劲儿啊。然后还出血了，划破了哈。然后今天早晨就想着，无论如何也一定要找到指甲刀啊。其实就在原来那个地方挂着呢，只是我把那个铁的那个架子，原来在铁架子边上挂着，只不过我拿一个桌子把那个铁架子，是在切那个铁板呢。我拿一个桌子把那个铁架子垫高了，它那个。我就懒得站凳子往上找啊，然后他被一个口罩挡着了。今天把手指甲剪了啊，觉得还好很多。然后昨天，你看晚上洗澡把这个身上划破了指甲，这个小女孩踢足球了。然后昨天早晨清理牙齿的时候，用那个牙线清理牙齿的时候。也是着急麻慌的，结果一下子就使劲清理嘛，就快，想快点弄嘛，结果这个动作太猛了，然后就把这个牙龈整出血了，也出血了啊！昨天早晨见血了，晚上也见血了啊，怎么搞的？哎，所以说心情就不太好啊，就想起来以前在国内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次在清华那边冬天，当时学习成绩也不是太好，然后手还弄破了啊。出了好多血，觉得心情特别烦躁。这个西芹搁到这儿，哇，这个手机线卡住了。还有什么？土豆搁到这儿，还有辣椒，辣椒搁到这儿，谁要需要的话谁拿吧。哇，今天这个真冷啊，今天。西芹、土豆、辣椒啊，谁难的话，咱们哦，这边可以过啊，不从这过了，过公交车正好拐弯。哇，这个美眉不怕冷吗？这个美眉她脂肪含量高，可能不怕冷。哇塞，这天穿少喽，穿少喽。所以今天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我就想啊，说这个生活怎么样调整啊？以前呢是想着生活是有一些，近期或者远期的目标，但是现在呢，整个人的状态就不是太好啊，就是作息没有规律，然后清理牙齿的那么一个动作呢，就把牙龈给划出血了，对吧？然后洗澡呢，竟然也把自己身上划出血了啊，所以觉得现在也是丢三落四。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呢，想着，其实早早就把这个被子和枕头放好了，然后就想着可能，但是睡觉到睡觉的时候才想起来，他那个电热毯没开哈，然后
但是我想着好像已经开了，所以说好多，包括电脑方面啊，把电脑关了，电源就没有。它有个插排，上面有一个电源开关嘛，每次我都给它摁一下，把它关它，然后有的时候就忘啊。这边卖的是小芒果，还有这种小的酥饼，所以现在觉得生活有点乱套啊，屋子也是乱成一团，也没收拾，包括这个指甲刀，今天是专门的。 用时间啊，找东找西找东找西找没找着，结果一抬头仔细一看啊，在原来地方挂着呢。所以现在心里就很复杂，觉得好多时候人这个生活目标真的需要调整啊。现在可能现在我的生活目标呢，就是把每一天每一件事情做好，认认真真的做。所以今天白天。 我就开始调整了，今天白天认认真的去刷牙，认认真的清理牙齿，之后呢，做饭煮鸡蛋，把鸡蛋煮了之后呢，蘸黄油吃，然后又洗土豆，给土豆削皮儿，把土豆切成块儿，之后呢，再把土豆弄熟，再蘸黄油吃，然后又吃核桃，然后喝牛奶啊，然后就是。 就柠檬，把柠檬切开，然后又焖开水泡柠檬喝，这样的。所以我觉得要现在要把生活目标调整一下，就并不是像以前所说的我要考什么什么大学，我要拿多少多少的成绩，对吧？现在已经不太想了。所以我觉得人有的时候身体一出问题，或者人的状态一出问题，可能就很多时候想法就完全变了，就是瞬间就变化了啊。 所以，这里也提醒一下一些朋友，不要觉得自己总是很年轻，也不要觉得自己的精力总是无可限量啊！不要这样想啊，人一定会变老，然后慢慢的身体出问题啊。另外呢，昨天大宝给我微信留言留什么了？啊，他留言说他们。 有没有在家长的微信群里发一些什么作业题什么的，或者要求家长报什么东西什么？我说没报啊，这不是门帘子，这挂的这样的门帘啊，用木头雪的吧，这样的。然后我说没有啊，然后他用他同学的一个手机，匆匆发的微信啊，然后，后来呢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的。 哪一个老师把你的手机给没收的？是你们班主任还是你们宿舍管理老师？他没回答我，我的意思是，哦，这是谁扔的这个食品啊？扔掉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要问清是哪个老师把你的手机没收了，我可以重老师要回来。他没回复我，他说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说那行，我说如果你要想把手机要回来，你就跟爸爸说，爸爸找老师，然后哦，这个路灯底座碎了。 爸爸找老师把那个要回来。结果今天早晨我看他们班级家长的微信群，有一个助学的家长去教室晚自习嘛，他拍了两段视频，我就特别注意大宝坐的位置，他的位置调了。以前呢，他应该是在就是教室的中间靠后边坐，对吧？比如说。 一行是10个学生，他可能坐在第6或者第7个位置，但是今天呢，一看哈，这边今天有这个农夫市场啊，哎，到农夫市场逛一逛也行。农夫市场，今天星期几？星期三吗？这边市场好像也没有什么人。这是个亚裔。 拿的是茴香，啊，这块用这个给它拦起来了。它这个市场好像生意非常一般。这个是洋芥，是吧？像花一样，是吧？洋芥，这个还真新鲜啊，有这种绿的，也有这种紫的啊。洋芥，这个把也能吃，这个把煮熟了也能吃。然后这边是鸡蛋什么的。 鸡蛋好像还有酸奶什么的。
美国东北部、东南部那边加油站没有汽油了，是因为他们的供油系统的网络被黑客袭击了，好像导致他们的加油软件无法运行。所以我昨天看到网上披露的老美他们有的，哦，只用一个哑铃垫在这底下了，嗯，他们有的竟然用塑料袋完了装汽油，把那个口系上之后呢，把一塑料袋一塑料袋汽油放在车后备箱里，然后就拉回去。哎呀，我看到我吓一跳，我说这老美他们太没有安全意识了，太可怕了啊。这边卖的是花，好像是卖的是甜樱桃啊，这边好多人排队，这边人们排队买樱桃啊，证明他的生意还是挺不错的。现在这个逐渐要放开了吧，今天我听广播拜登又说了，然后一些疾控中心的人也说了，已经完全注射疫苗的人呢可以摘口罩，但是在一些室内屋里边人比较拥挤的场合呢要戴上哈，就是在一般情况下摘了就可以了。但是有些身体素质不好的，像我这样身体比较虚弱的，他说戴上也行啊，比如说你本身有糖尿病，或者本身你呼吸系统就有问题。我现在是就是最近一两年呼吸比较急促啊，气喘不太透啊，主要是心肺功能下降了啊，心肺功能有问题了。然后对吧，感觉这个好像似乎要恢复以前的这种热闹啊。这个美眉不怕冷吗？穿着这么一个短裤。老美是不怕冷啊，他们的体格真魁梧啊，啊，这肉等等的，这肉啊，肉等等的啊。这边卖的是烤鸡，好像是。卖的是烤鸡。Gourmet 美食。奥克兰啊，这个车是奥克兰的车啊，然后这个是也是卖的吃的，卖烧烤啊。但是我觉得他们挺可怜，没人呀，多可怜啊。王府井小吃街那个人乌嚷乌嚷的啊，这边你看没什么人，这边基本上就是人就是兴不愣登几个啊，就是这样，没什么人呀。老美他们也真有耐性啊，不服不行，对吧？是吧？基本上人们都戴口罩，是吧？这边也是属于市场，属于比较人员比较密集的场所，人们都戴着口罩啊，没有见得不戴口罩的，是吧？都戴口罩，除非人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可能不戴口罩啊，啊，就转一圈就这意思吧。现在吃的东西还挺多的哈。所以就不用买，已经好久没有去，啊，这是孕妇，在这边很少见的孕妇啊，啊，拿着草莓啊，然后我就看那个家长，这是他们在拍视频啊，做一下记录啊，人们都挺兴奋，现在就逐渐恢复了，还挺好啊。这边卖的是各种花，都是鲜花。5块钱一束，4块钱一束，还有10块钱一束的，6块钱的都有。它这个六是用五苗的。哦，这个花真漂亮，这个小花啊，新鲜的让人难以置信啊，新鲜的，哇塞，真漂亮。还有这个扁豆角3美元一磅，姜是1块钱一个，1块钱一小块。这个小狗还穿着毛衣呢。哇，这个真大，这个养鸡3美元一个，真大啊，大养鸡。这是6美元一磅，还有是吧，还不错不错。有的摊位生意非常一般，有的摊位生意还不错，是吧？有的人气比较旺。 Blue House Farm 蓝房子农场，
所以现在我也是，你看，今天我就开始放慢节奏了吧，放慢节奏了吧。以前都是说叫忙三点四这样的，很忙碌的去什么地方哈、啊。这是胡萝卜，这个胡萝卜真新鲜，胡萝卜真新鲜。然后还有这个葱这样的。今天就是很悠闲的溜达啊，很久很久没有这么悠闲的这样散步了啊，这样溜达。然后我看那个家长拍的视频，我就仔细看，大宝他的座位调到了班级的最后一位啊，我就知道这肯定是这次考试考得不好啊。然后老师可能怒气冲冲的就把他的手机给他收缴了啊。上次考试考得还行，上次考试他成绩有很大的提高，可能这次又放松了。这段时间给他买照相机，当然买台灯不影响学习啊，买台灯他也是正常的能学习用，就是可能照相机可能会有点让他分心。另外呢，在五一假期的时候，他给我发了一个截图，当时他不正想，哦，海鸥，一个海鸥飞过来了。五一假期的时候，他不是把数学辅导班退了吗？然后他的一个同学，然后问他啊，那挺好，那出去玩去吧。然后大宝说不去，这样的啊，得学习。然后我说你要好好学习呀。然后我就看了他那个同学那个网名，觉得好像有个懒惰的懒字，好像是哈，懒懒的什么。我说："哎，怎么用这个名字呀？"我说你最好不要跟那些比较颓废的人呀在一起交流交往。然后他说："这个在我们班考第五名呢，成绩还非常不错的。"我说："我说那行，我说好吧。估计是这次他考试考得不太理想，老师把他的手机给他收上来了啊，就是，然后座位也给他调到最后去了啊。"所以他也懂事了，我觉得大宝通过这次，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，他不像以前那样非得说要求用手机，现在好像他说不用，我不用手机，就先不用手机了，然后就体验一下一星期没有手机的生活，然后，哎，这边我看看，这个银行提款机可以用吗？还是到前面用？就是大通银行。大通银行，因为有一个卡，就是纾困金那个卡，我在这试一下吧，我在这等一会儿吧。纾困金那个卡，我昨天，他那个卡比较特殊，他不是说像那种大银行，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银行用的，我试一下。我先试一下，他这个插卡是这样插，立着插啊。嗯，上面这个界面上就是，然后他要输一个界面，反应这么慢啊，他这个。纾困金那个卡，get cash，我值200吧，200吧，选择吧。昨天我先掷800，掷不了，不要手机。我们正在准备你的现金，从哪出？从这出。拿卡，就是立着拿，把卡拿出来。拿卡了，拿现金，拿卡拿钱啊，哦，2张，还不错啊。这个是纾困金的卡啊，纾困金的卡有个啥问题呢？就是，容我慢慢到来啊，这个过不去，哎，这个过不去，容我慢慢到来。他这个，等会儿啊，我看看啊。这么看一下，看，
它这个卡是叫，Matter Bank，你看它叫 Matter Bank，Matter 银行，叫这个银行，它这个，它不像说咱们大银行什么的啊。我在网上查了一下，这个 Matter Bank 这个什么提款机在什么地方啊？然后后来他告诉我啊，说在一个叫 Edge 的地方，EDGE 啊，翻译成边缘啊，是一个名词啊。我寻思这怎么搞呢？后来我就看他这个 Edge，他应该是个酒吧吧，实际是个酒吧。后来我去了，发现是个酒吧。完了，后来我就，这个哥们要闯红灯，本身他还是残疾人，他要闯红灯，真不太理解啊。现在可以了，现在可以过了。然后我就搜嘛，然后搜到了这个一个 Edge，说那个地方最近啊，0.47英里。那我觉得还可以呀，不是太远，我就去吧。他那个下边有个地址，什么什么街多少多少号，好像是4149号，什么什么十几街了，反正这个还很好找，没问题。然后到那儿了，到那之后我就满哪撒嘛，找不到，没有。哎，这奇了怪了，怎么还找不到呢？按说这个 ATM 机很明显啊，结果没有。我就左一趟右一趟在那绕，绕来绕去，我想这找不着 ATM 机，我就找这个地址吧。他那个4149多多街，一看到找那个门牌号啊，看到4149了，一看门牌号，哦，这里面什么东西？这是个垃圾场啊！哇塞，我就找到门牌号，一看，怎么是个酒吧呢？后来我就仔细想啊，那可能是酒吧里边有这个 ATM 机可以提款，那我就硬着头皮进吧。因为此前呢，在网上搜，说这个地方是一个不要手续费的一个可以取现金的地方。原来我打算，比如说我在网上查，他一天最高取1000美元嘛，我就想，比如说一次取800、700什么都行，两次就取光了，取出来得了。然后结果呢，然后有一个小伙子，一个店员在那儿呢我说有 ATM 机吗？他说有。完了，他就把一个椅子搬开了，椅子后边有个特别特别小的一个 ATM 机我第一次用，就像那种加油站附近那种小店里的那种ATM 机一样啊。我就把卡插进去，然后摁密码，然后摁支款然后我摁800，他说对不起，这个不能支这么多，最多只能支200。我想那就改成200吧，我就输入200，然后结果他就又提示需要收费2块钱2美元手续费。OK，Yes or No？就是说最多只能支200，而且你支200块钱呢，你得交1%，也就是200美元的手续费。我这样想，No，Cancel 取消了，就把卡退出来了，走了啊。所以他这个跟在网上搜的不一样，网上说是可以什么的，免手续费的，结果他还收手续费，收的还不低，对吧？1%。我想这怎么搞的？我说这个纾困金按说应该是方便大家伙儿，怎么这跟网上说的不一样啊？他说一次可以取1000呀，结果呢只能取200，而且还有手续费。他说这个网点是不要手续费的，结果他还要。后来想想拉倒吧。完了之后呢，我又研究，又在网上搜，说只要带着这个叫 all point，all 是 ALL 都的意思，point 是点啊，全点，只要带着 all point，point，带着这个标志的，那都是属于他们那个网络内的，就是免费提款的，免手续费的，还有一个什么 money pass，钱通关、钱通过啊，反正就这意思吧。然后我就好像那个就我刚才不是在这个 Chase，就是摩根大通银行吗？取200吗？这个可能是没有手续费，我猜可能没有啊，可能是没有。然后我就到那个说那边好像是。因为我在搜他这个免手续费的取款的地方的时候，他突然弹出来一个 Chase，我就觉得我说这个 Chase 就是摩根大通银行的这个简称吧，是吧？我说那就行，我就到一个 Chase 银行，到那查卡取款啊。美国银行那边是卡平躺着往里查，然后摩根大通的是卡竖着查啊，那也行，竖着查竖着查吧。然后我就输入800，对不起，不能取这么高的限额，
但是他没告诉你，他不像酒吧里边那个 ATM，他告诉你，比如说这么高的限额不可以，他告诉你啊，把你这个不行，对不起，我们最多只能取200。他结果这个 Chase 银行不告诉你啊，反正就告诉，就说反正对不起，你这个800我们不能给你支，你这个超限额了。但是他并没有加那句话，正常他应该告诉你我们的最高限额是500啊、几百啊。后来我想，哎，算了，把卡退出来了。然后刚才又去另一个摩根大通银行的这么一个 ATM 机啊，刚才取200嘛，应该是没收手续费。如果收手续费的话，他可能会有提示，对吧？这是卖冰棍的，这是。哎，我应该一会儿再去美国银行再试着提一下，一会儿，对吧？一会儿吧，一会儿我是去美国银行去试着提一下。现在就可以去，现在可以过，现在去。刚才不是取200吗？我现在到美国银行取300，我看看能不能取啊？试一下喽，不试怎么能知道呢？看一下啊，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这个是不是？哇，锁着呢，这得需要刷卡，这可能。实行 slot in slot this way。No reaction。哦，thank you。里边那个人帮上看。No，thank you, sir. Thank you. Thank you.为啥查卡没反应呢？这个有没有那个标志啊？有没有那个 all point 的标志？没看到有啊。Plus Mastercard 好像没有，好像没有。行，那我试一下吧。试一下吧，看这个是汉语的。输入取得现金。300啊。是。继续对吧？是吧？继续。无法处理。不行，美国银行不行。美国银行不让。美国银行不让，因为它没有这个标志吧，没有 all point 的标志是吧？摩根大通有啊，到时候我到那个摩根大通试吧。不行，对吧？失败，所以美国银行不行啊。哦了，再见了，拜拜，我去摩根大通银行吧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去那儿试吧。